各位善知识，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第十卷经文现在讲到，这是说行应实境，十种魔境当中啊，上次讲了第一种二无因论，二无因论啊，在《阿含经》的六十二卷当中，就是本节本卷的第五。啊，接下来现在要讲的是第二四辩常论，四辩常论在阿含里面是第一啊。说呢，是三摩中诸善男子宁明正心，魔不得变，穷山内本观彼游心常妖同源，以圆常中奇迹堕者，世人坠入四辩常论。这是先总说。阿难，是三摩中诸善男子宁明正心，魔不得变。这就是先叙说前面响应已经过来了，能够安然度过响应的境界。这个跟前面第一啊，第一的文字是比较详细一点，就是阿难，当时使得正知奢摩他中诸善男子宁明正心，十类天魔不得其变。文字比较详细。三摩就是三脉，前文说的奢摩他是指。直也是直的，当门修行的法门，梵文文字性也要合乎直观，里面也有什么他，那么修这个三脉，这里就叫做三摩，三摩就是三脉。这个无论你是修梵文耳根圆通，或者是修其他二十四圆通，乃至任何佛的正法的修行法门，这个修法都叫做修三脉啊，都求证断烦恼了生实在目标。诸善男子啊，就是指正在修行啊，色受想三印都已经破了，现在正在进修破行印的境界，这是等于是五件衣服啊，脱掉上面的三件，色受想三件已经都去掉了，现在是第四件了，就是行印啊。这如果没有深厚的善根啊，努力进修，是不可能度过这个色受想三十阴魔的境界的，现在他已经渡过来了，所以叫做善男子，也包含佛的四众弟子修法，通通在里面，就是前面的，奢摩他中诸善男子，宁明正心，宁啊，就是不动，定功的意思，他的定功很殊胜，在前面响应了、他能够很安然地渡过来，不被前面响应实境所动，所以叫做宁，这是定。明，明是说他在这个修响应实境当中啊，不被魔境所惑啊，这个魔境现前啊，各种的方式来引诱他的时候，他有坚明的智慧啊，能够观察。不被所动，而能够度过这十种响应的魔境，它是有智慧的，所以叫做明。明就是不惑，不惑就是有智慧啊。宁明两个字啊，代表他的修行有定功、有智慧，定慧两种都很殊胜啊，所以他有这个正确的。修行之心叫做正心，
正确修行去向于这个要破五蕴的这个这个境界的这个用心啊，所以叫做宁明正心。因此啊，魔不得变，魔不得变呢、啊，就是前面的十类天魔不得其变啊，相应的十类天魔想要来扰乱他，要打退他的道心，可是他没有这个方便，没有这个机会。这些天魔啊，不奈他何，他有这个定功，他有这个智慧，能够破魔，所以天魔不得其变啊，不得其变就是没有机会去破坏他，因此让他呀安然的度过响应时境来了。这是重述前面这个破响应的境界的经过情况，这个后边相同的文字啊就不必再说了啊。穷生类本观彼游亲长摇动员，这是说明他正在破行印的时候他的用心啊，穷尽的意思，尽他的心力，尽他的心去观察生，指这个生缘，生缘就是指这个行印的这个境界啊，他要从这个行印去努力去观察，希望能够破行印啊。这类是类别，就是前面所说的十二类生啊。这十二类生的根本，怎么样子会说这个十二类生的生死感这个情况，他是下功夫啊去提救他啊，所以叫做穷山类本。提救就是修行观察，用心去观察，观察这个根本本源是怎么样。观彼游亲常摇动缘，观是观察，就是观照，彼指行印啊，现在正在破行印的工作啊，游指行印很尤为很深很细啊，亲简别不是像前面响应的初作啊，是很轻的。饶简别不是像后边适应的安静，它还有这个维系的摇动，这个动摇动啊，摇啊就是指行印的动向，行印还有动向，不像后边适应已经完全去于镜像，所以叫做常摇动缘。前面是观缘，缘是指缘变，观察周边，现在是观常，常是常住，永久不坏。现在他的错误点呢，就是把这个四种变常贯成是都是常住永久不坏的，这是发生这个直记的错误，所以成为外道。动缘就是第七末那次的这个为群动之缘呢、啊众生轮回生死群动之缘，就是第七末那次。所以现在观察这个第七末那次的这个根本的源头啊，就是行印。以缘常中起嫉妒者，这就错误了，它是升起一种执迹，多量出来执迹认为是这样子，他自己以主观观察认为就是这个样子。缘指周边啊，他这个周边范围也是在三千大千世界内，不能超出，因为他只在这个世界内呀、啊，在哪里观察啊，他的能力还不能超出这个世界之外。常指常住，现在他是观这个常住之理，认为常住之理是如此，所以他是在常中起嫉妒而迷惑，结果呀就跟外道相同了。在常中起嫉妒，嫉是执嫉，所以这叫做心魔，不是外魔，外魔已经不能动他，
他内心升起这种的错误的嫉妒，度是度量，他认为这样子是他的直系主观认为就是这样，因此啊，世人坠入四辩常论，这个人就是想要破行印的人，他的修法发生错误啊，因为升起这个直系隐藏的直系而坠入四种辩常的论法，是论是论说，他就坠入这个四种辩常。下面就有四种的说明啊。先说第一种，经文段落很清楚。看这经文，一则世人穷心尽性，二处无因，修习能知二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生灭，衔接循环，不称善事，记忆为常。这是第一种，即心尽常啊。第一种啊，一则，第一种则是注意词，世人就是想要破行印的人，正在修行破行印的人，从彻底的去研究，研究什么？研究这个能缘之心跟所缘之境，心境啊，能缘之心，我能去缘力的我的心，跟我所缘的这个境界，外面所缘的境界，能缘之心的体性，跟所缘之境的体性，这两种啊，以他的观察，好像没有因，没有来源，无因，所以叫做二处无因。这个二处啊，就是心境二处，能缘之心一处，所缘之境一处，这两处去观察都没有因，因此啊，由他的修习，他能知道二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的生灭，他的功力比较浅，他的修行啊，这个修习就是在观察心境二处无因的修习，他能知道两万劫之内往前推，往前推两万劫以来，这个两万劫就是两万个世界的尘住坏空，这个两万劫以来呀，这十方众生，这个十方也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内，不像佛的境界的周边无穷无尽的十方，不要搞错啊！他这个十方只在一个他的大千世界的范围内，观察这个大千世界范围内的两万劫以来，这世界内的众生，所有在哪里生生灭灭的循环不失，闲置通通，皆龙藏喜，他们都在循环，不成善事，意思就是说，他观察两万劫以来啊，众生就在这个世间里面，生来又死，死来又生，生生生死啊，就这样子轮转不息。既然能够这样延续继续轮转不息，他认为这就是常，记以为常，直记以为这就常，他常住不变。为什么？两万劫来就是这个样子嘛，他都没有变动啊，就这样生生灭灭，生生灭灭，没有变，所以两万劫中记以为常，这是功力比较浅的，只能观两万劫，这是观心境常，认为能缘之心与所缘之境都是常住的啊，他不知道能缘之心啊是有千变万化，是为识所变，所缘之境没有实体，也是为心所现，他不懂这个道理，所以认以为常，这是错误，所以落于外道的这个常见，这是第一。二者是人从四大缘四性常住，修习能知四万界中十方众生所有生灭，衔接体痕，不称善事，
记忆微伤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二种的修行功力比较前面增加一倍，能观四万劫，往前观四万劫。世人就是修这个要破行印的人，尽穷四大之缘。四大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风，他观察一切法都是四大活合而成，啊，这个四大的根源呢，地是坚性的，水是实性的，火是暖性的，风是动性的，这个四种性的根源呢是常住不变的，因为他从四万界来观察，就是这样嘛，并没有变动嘛，地的坚性，四万界的还是坚性。水的实性，四万界的还是实性；火的暖性，四万界的还是暖性；风的动性，四万界的还是动性。所以他直记四性常住，由他的修习这样观察，他能知道四万界当中死亡世界众生啊，在由这个地水火风四大合合而成的生生灭灭的法，通通他的体质是恒常不变。这个体呀，是四大之体，地水火风四大之体。这地水火风四大之体坚持暖动，那都是恒常不变。恒就是常，恒就是常。有人念这个恒字，念常字，啊，是通通都是他的体，都是恒常不变的，不曾丧失。他没有丧失过，一向就是如此。因此，他直记四大的元素是常的。这是指四大之性是常，这是第二种，跟第一不同。第一是心境常，这是四大常。三者，世人穷尽六根，莫拿直受心意四种本源由处，心常恒固，修习能至八万劫中，一切众生春凡不失本来常住，穷不失性，即为常。这第三种啊，即心意识是常，他的功力比前更加一倍，能观八万劫。这个人穷尽六根，六根就是指从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，能缘六尘的色香味触法引发的六识。所以他的用意说的是六识，前六识，六根用意说的是前六识。莫拿第七识，莫拿翻成中国话是意啊，因为第七识是恒神思量啊，叫做莫拿识。直受是第八识，第八识直受根深气界种子，所以叫做直受啊。这就是说明第六前六识、第七识、第八识啊，心第八识，意第七识，识前六识。这个中间这个心，它的根本缘由啊，它的性是恒常不变的。他认为这个心一向就是如此，也没有变迁。由他的修习观察这个心意识，他能知道八万界里面呢，一切众生循环没有没有变动，没有失啊，本来就是常住。他指定这个心意识啊，本来就是常住，啊，这是执心是常，他不知道这个心是变化多端啊，从不失性，穷就他的性体并没有失去啊，由此他直记心意识都是常住的啊。这是第三，第三是直记第八识、第七识、前六识都是常住，这是错误。四者。世人寂静想缘，生离更无留执运转，生灭想心尽已永灭，离中自然成不生灭，因心所夺即以为常。这是第四，第四是直寂行印常，行印是常。他认为生受想已经灭了那是无常，只有行印是常。所以这个人既然尽以想缘，想是响应，响应的经缘已经是破尽了，
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把色受想都破净了，那就是有生灭的，那是灭掉了。那生离就是生灭根源，轮回生死的生灭根源呢，就是第七识没有流止运转了，没有流动，从此而止，没有再运转。实际上啊，第七识的动很细的动，不停在动，可是他不知道，他看到这个不动啊，以为是真的不动，是动中的不动，因此啊，他认为生灭想心仅以永灭，生灭想心仅以永灭，就是说前面的色受想都灭了，理中自然成不生灭。由这个道理来看，情应自然就成为不生不灭的东西了。这个自然成不生灭就是指行应，因性所多聚于为常，由他的心这样子直记，认为行应是常，这四种不同啊。第一是心境常，第二是四大常，第三是心意是常，第四是行应常，这个叫做四变常论啊。由此即他王正便知堕落外道或菩提性，是证明为第二外道立圆常论，这是前后文大致相同。由他直记常住的道理，由此王是正便知，正便知是佛十种通号之一。因为他这个直记把修行成佛的这个境界整个消失了，就堕落在外道里面啊。他本来是修佛法，现在修成外道啊，因为可能他的八十天中本来就有这个外道种子，这个时候升起现行，就坠入这个外道的境界。或菩提性，或是迷惑，迷惑本有求成菩提的体性啊，就是失去成佛的因缘了，变成外道，是证明为第二外道立圆常论，这就叫做外道第二种圆常之论啊。是周遍而圆满常住，这根本是错误，这叫做四遍常论。在这个六十二卷的本节本卷里面呢，它是第一四遍常论，我们这里经文是在第二，第一是二无因论，而二无因论在六十二卷十八这个本节本卷十八种当中是第五啊。第三一分常论，一分常论在六十二卷十八卷当中啊是第二。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摩不得变，这个跟前文相同，不必再说。破想应已经成就，现在转入要破行应，想应已经破了，转入要破行应，正在要破行应的时候，穷生累本观彼由心常扰动缘，这也是跟前文相同。由这个破行印的境界而升起的直记，一自他中起嫉妒者，使人坠入四颠倒见啊。一分无常，一分常论，这个第三种很奇怪，它是一半是常的，一半是无常的啊，这种的观法啊，这个叫做四颠倒见，本来不是常无常，可是他直记一半是常，一半是无常，所以叫做颠倒见。这种的颠倒错见认为是一份常，一份无常，这种的直见升起来，就有下面的四种分别。一则世人观妙明心，遍十方界，沾然以为究竟神我从此这句我遍十方宁明不动，一切众生以我心中自生自死，这我心性名字为常彼生灭者真无常性，这是神我外道。神我外道是这个神魔外道啊，他观察这个本来自妙圆满光明的心体认为周遍十方法界，沾然而不动
是有一个究竟的神我呀存在他的心中啊，同时就记着我这个神我周遍十方是不动的，所以叫做灵明不动。那么一切众生就在我这个神我当中呢，在哪里自己生自己死啊，所以我的心性是常的，他这个生灭的无常的是真无常性，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我是常，他的众生的自性是无常，这是越自他分别，自己神我是常，而他的众生是无常。他这个说法呀是属于印度的六大学派之一，就是那个素论师，他说他有神我呀跟这个自性啊活活的时候生觉，也叫做大，觉生我慢，我慢呢分别生出五支根，生五支根就是眼耳鼻跟舌头跟皮肤啊，另外生出这个五座根，手脚舌头生殖器排泄器啊，还另外生出这个心根，能够原地的心根，另外生出这个五维，五维就是色声香味触跟五大地水火风空，这个叫做二十五明地，以神我为第一啊，他就执着这个神我，神我认为不生不灭，而其他众生在这里面在神我当中生灭，这是第一种。二者是人不观其心，边观十方恒沙国土，见结坏处名为究竟无常种性，结不坏处名究竟常，这是第二。他不观自他了，观这个医报，观医报，这个很奇怪啊，他怎么观呢？他看这个十方世界世人，就是要破行印的人，他不观自己的心啊，遍观十方恒河沙数的国土，这个恒河沙数也只指大千世界内，大千世界呢有很多小世界，这个小世界在哪里生生灭灭，有些世界正在成就，有些世界正在助人，有些世界正在教坏界，有些世界正在教空界啊，所以因此他看见结坏之处啊叫做究竟无常种性，意思就是说当时他看到世界正在交坏接的那个叫做无常啊，世界正在交坏接的那就叫做无常，那是无常种性，结不坏处名究竟常，正在安住众生没有损坏的他认为是常，他不知道世界呀成住坏空，成住坏空啊，二十小节成，二十小节住，二十小节坏，二十小节空，都在轮转不息，他正在看到正在交坏阶的哦，这是无常，看到正在住的承接的哦，这是常，他这样子去分别，那是把这个世界分别为常与无常，坏的是无常，成的住的是常，这也是颠倒啊，哪里有这种事啊，因为坏的必定会成啊，将来还会成啊，成的住的将来必定会坏，他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他看到这个坏的叫做无常啊，不坏的叫做常，这是错误，这是看医报，看世界，世界的成住坏空在哪里，实际常不常啊、嗯？三者世人别观我心，维系精密犹如微尘，流转十方性无一改，能令此身啊即生即灭，其不坏性名我性常，一切是死生从我流出名无常性，这是第三种。第三种的观法呀，就拿一个人的身心来看啊，单单月字啊，
但要自己的身心再看，啊，这个人就是要破心印的人，分别观察自己的心，我心，观察我这个心，啊，很精、很细、很微、很密，精细微密呀、啊，显示这个心是很细，啊，很精粹，很细，啊。心究竟有没有形象啊？没有形象，所以它很细，啊，很微，尤为难见。心是尤为难见的，很密，很坚密的，根本没有办法了解的。所以这个叫做小我，最小的我。它这个我呀，小如微尘，所以叫做犹如微尘。他看这个心体呀，好像一粒微尘那么小。流转四方，幸福一改，他觉得这个心在哪里流动转动在四方世界，他的体性啊不会改变、啊、人的心生在这个世界啊，做人也是这个心，做畜生道也是这个心啊，无论大小的众生都是这个心啊，而这个心流转的时候啊，他体性不会转移，不会改变，我们这个心不会转移，不会改变，永久就是这个样子啊，能令此生即生即灭。而这个心的能力啊，它能使这个身体有生灭，即生即灭看起来很快就生灭，时间看起来很短，实际上我们几十年也是在刹那中过去啊啊，所以即生即灭，意思是说心是不生灭的，我们不要去论大小，只论这个心生来论好了。心是不生灭的，因为人死了，这个心又流转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再转生。哎，这个身是有生灭的，身体有生灭啊，所以这个身体呀、啊、随时都有生灭的变化啊，又有几十年就死掉了，死掉了又换一个身体啊，所以这个身体是有生灭啊。岂不坏性，名我性常。这个不会坏的这个心性，这个我，这个最维系的维系我，前面的神我是大我，这里的维系我是小我、细我，最小最小的我体。只是有一个我体存在，但是很小，啊，所以我这个体性呢、啊、是常住的，我这个很维系的心性啊是常住的，啊，而、啊、这个身体是有生灭的，所以一切死生呢、啊、从我流出，名无常性，一切身体，所有一切身体，死死生生。都是从我这个维系我的心体当中流出啊，所以是成为无常性啊。这个无常性非常的精细，很细很密，见不到啊，因此啊他认为身体是无常的啊，而心体是常的，这个叫做执着这个身体呀、啊、心是常，身是无常，这个叫做一分常一分无常。是者，是人呐、啊，知想因境，见行因流，行因常流即为常性，色受想等尽欲灭尽，名为无常。啊、这个第四种跟前面有点相同啊，就是说，色受想都灭了，是无常。行是永久的，是常。所以说这个人知道响应已经破镜了，看到行应在流转不尽啊，他观察行应呢、啊、是在动，很微细的动，他能观察行应流转不停的在哪里动，但是他这个动是相续的，没有停止的，一直相续下去，所以他观察行应是长啊，因为行应长流啊，常常流动不停不止，所以是常性。色受想等尽欲灭尽，那是无常性啊。
由此既多一分无常一分常故，堕落外道或菩提性，是则名为第三外道一分常论。这是总结上文，不必细讲啊。那么这是说一分是常，一分是无常，这么奇怪的说法啊。所以这个外道的怪论呢，印度有62种啊，这里已经讲了这么几种啊，可以分别出外道的那种特殊的见解，有很多不同啊。第四啊，是有边论，前面都是说常无常，这里是说有边无边，边是边际啊。又三摩中，诸善男子坚宁正心，魔不得变，重生内本，关闭幽心，常扰动缘，以风味中生计作者，世人坠入是有边论。还有正在修要破行印的三脉当中啊，这个善男子啊，包含四种弟子，坚宁正心，宁是不动，坚定他的不动 的这个定心，那么里面也就包含这个不惑的慧心啊。他这个正心由经过前面破相应啊，魔不得变，就是十类天魔不得其变了啊。经过破相应的实境，他能够安然度过，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啊。十类天魔想尽办法引诱他啊，而他能够安然度过，不会被魔所转啊，所以魔不得变。现在到了这个破行印的时候啊，魔外魔已经没有这个力量去伤害他了啊，他就可以安心的往这个行印的境界里面呢、啊、去下功夫，穷身内本，穷尽他的这个研究生源的这个十二类生的根本，就是研究行印的生啊，这个生源啊，观察比由心常摇动缘，比就是指行印啊，这行印是很由啊很由生的啊，它是轻而不足的，因为前面相应是足、动、粗，这里是很轻、很细啊，因此啊，它很容易发生这个常无常、边无边的这个错误的见解，所以对于这个行印还有维系的动摇的境界啊，所以为群动之源啊。观察行印群动之源，以风味中生计作者，风味指世界的分别位置，世界的分别位置去啊、观察差别，在时间空间上观察它的差别相，所以叫做在分位中生计作，这个计作就是错误的啊，由它的直计作量出来，认为就是这样，这个成见那就是成为错误啊。那么这个人因为生计作的这个分位而坠入于事有边论，这四种事情都贯穿有边无边，边是边际，有边际无边际，所以叫做是有边论。一则世人心际生缘流用不息，既过位则名为有边，既相续心名为无边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一种是越时间在贯穿，观察边无边的境界啊，他的用心去直记这个群动受生之缘
都有这个时间，时间在流动，作用不息，没有停止。那么因此它直记呀，过是过去，未是未来。他认为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过去是有边，未来的尚且未来，还没有到，还没有到，它也是有边，因此啊，三世的时间当中，过去未来都是有边，即相续心名为无边，相续心就是现在，现在，他观察现在啊，念念相续，例如我们现在嘛，现在这个身体，你看看，他在念念相续，在打妄想，这个妄想先生了又灭，灭了又生，生生灭灭，一直在相续连贯，这一生中正在连贯相续下去，没有停止，所以因此他直记啊，现在正在相续没有停止，本来现在也在生命啊，也不可得，可是他认为啊，现在正在相续嘛，生了又灭，灭了又生嘛，念念相续嘛，既然是念念相续，他就是没有边了，就是刚才这个相续心啊，不是有边，不是有边就是无边了，那么因此他分别有边无边了，过去未来是有边，相续心的现在是无边，实际上是很简单过去未来有边，现在因为相续念念，念念在相续，所以无边。这是第一种，观察时间上，过去未来是有边，现在是无边，边是边际，所以现在因为念念相续就没有边际，这是第一种。二者，世人观八万劫，这见众生啊，八万劫前即无闻见，无闻见处名为无边，有众生处名为有边，这是越他的智力去分辨。这个要破行印的人的这个 智慧力量啊，他只能观察八万劫之内的事情，这个很特殊的，这个修行到这里呀，他的智慧力量只能往前看八万劫。八万劫就是这个世界成住坏空八万次，世界成住坏空八万次的这个八万大劫当中，他在这个八万大劫的观察，看见这个八万大劫的众生呢。八万劫前即无闻见，即是净，没有见闻，就是说以他的智力往八万劫前看，他只能看到八万劫，再往八万劫以前，八万零一劫以前再往前看，即无闻见，即无闻，也即无见，就是八万劫前的事情，看也看不到，闻也闻不到。他没有想到，这是他的智力不及呀，并不是没有事，可是他看到没有事，即无闻见，他就认为啊，无闻见处名为无边。八万劫前不闻不见嘛，都看不到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那么八万劫前那是无边，那没有边际他究竟边际在哪里，没有办法体会出来，所以八万劫前的事情他看不到，他就认为无边，他好像我们现在前节的昨天的事情过去了，昨天看不到，昨天的事情我看不到，那就昨天就是无边，情况相同，不过他这个时间长，往八万劫前往前看，八万劫前根本看不到，什么都没有，不见不闻，即无闻见，那么因此八万劫前是无边了，没有边际，有众生处名为有边，八万劫内，从八万劫开始一直到现在，在这个八万劫之内有众生，有众生，有世界，有万物，
众生在哪里？三老病死啊，万物在哪里？三住一灭啊，世界在哪里？成住坏空啊，在哪里转过不停？因此啊，有众生的地方，有世界的地方，这就有边，因为有众生有世界嘛，它是有个边际的。例如说啊，屏东啊，出去到这个海边，西边海边的边际，东边海边的边际，它都有边际吗？看得到的东西，也这个世界，这个众生都有边际，因此啊，它就确定下来，这样直际，八万劫前无边，因为既无闻见。八万劫后，在八万劫内，八万劫内一切众生都在哪里轮转不息，那是有边，啊，所以八万劫内是有边际可说，就是有边，啊，他这样子去执着，这是第二。三者，世人即我便知，这无边性，彼一切人现我之中，我曾不知彼之知性。明彼不得无边之心，但有边性。这是曰人我去分别啊，他认为我，他自己正要破行运的这个人的这个自己啊，是人就是这个人啊，记着我有个周遍了知的能力啊，所以我能知道这个万法的边际的这个性格啊。那么彼一切人现我之中，彼一切人就是其他一切众生，其他一切众生现在我所知的范围之中，一切众生我知，我知道他。例如我现在看到一切众生啊，我都知道，我都看到啊，我曾不知彼之知性。这句话哈，它这个字有调错的情况，应当要看作啊，注意啊，应当要看作彼不曾知我之知性，按那个图，按那看，这样看啊，我曾不知彼之知性，你要把它调过来，要看成呢，彼不曾知我之知性，哦，你不相信，你多念几遍。啊，彼不曾知我之知性，这样子道理才能够跑出来。我曾不知彼之知性，这就颠倒了，意思显不出来。彼不曾知我之知性是意思是说，哎，我能知道万法之性，可是万法不知我的性。万法一切众生，他不知道我的性啊。所以他这个文字是一定可能是掉错的，应当要把它看成彼不曾知我之知性。你不相信，你用笔写在旁边看看啊。他这个我曾不知彼之知性，这个意思表现不出来。你把它写成哈，彼不曾知我之知性，或者你把这一句话上哈，彼写一，不写二，成写三，知写四，我写五，知写六，知下面的那个知道的知七，信是八，这样也可以，啊，不过要会看啊，就是说你要把这一句话把它看成哈，彼不曾知我之知性，意思才会出来，道理就显明了，啊。这个哈要会看，我看有很多注解他都迷迷糊糊的，就是拖过去算了。这句话应当是彼不曾知我之知性，因为前面哈彼一切人，彼一切人现我之中，你注意这句话，彼一切人现我之中，彼世间一切人呢，现在我能知的知的范围之中，家务吗？彼一切人。彼世间一切人，他现在我的能知的境界之中，啊，所以彼一切人现我之中，现在我所知之中。例如现在啊，你这大家听众所有的人都现在我的面前，我的视力的范围之中，
可是鼻不成之我知之性，鼻就是众生，鼻众生并不知道我有这个能知之性，这样道理不就清楚了吗？鼻这些一切众生并不能知道我所知之性，我能知道你们大家的性，我能知之性你们不知道，我有能知之性，我知道一切，可是你们不知道我能知之性啊，你们不知道，我知道，这样子啊，这句话才会清楚啊。经文有些地方啊，要很用心去观察，才会观出他的问题来啊。有的时候因为从前抄写啊，很容易这个字抄掉错，有时有可能啊。但是大家就是啊，顺着这个文字迷糊过去啊，搞不清楚，所以应当是比一切人现我之中。彼不成之我之知性，这样子道理就跑出来了。明彼不得无边之心，因为彼大家既然不知道我的能知之心，所以也就不知道这个无边的境界了啊，只有边性。他们不知道，不知道就是有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就是无边，所以我能知道万法之性啊，所以我是无边。万法不知道我之性，所以万法是有边，这样子去分辨无边有边啊。这句话我下了很大功夫啊，研究了再研究，读了再读啊，我读了三百几遍了、啊、就是读的功夫，读出这个道理来。我总觉得这一句话必定是要把它看成彼不成自我之知性，这样子啊，这个意义才能跑得出来，否则这个比我搞不清楚。这是第三，单拿一个人来说，我能知万法，万法不知我啊，我能知万法，我是无边，万法不知我，我是万法有边，就这样子分出这个有边无边的境界来。四者，世人穷行应空，以其所见心路处多，一切众生一生之中，即其衔接，半生半灭，明其世界一切所有，一半有边，一半无边。这个很奇怪的说法，他说一切万物有情无情啊，一报世界都是有一半是有边的，一半是无边的啊。第四种是说，世人穷行应空，行就是现在所观察的心应啊，这个行应呢、啊、就是这个地七末呢是为本啊，观察这个行应维系的动向，它有生住异灭，这个空啊就是灭，空是灭相啊，行应空是行应的灭相啊，因为行它很细的在哪里生住异灭，行应很细的在哪里生住异灭，生住异灭，这样子转过不停啊。现在观行应空就是行应灭相，观察这个行应的灭相的时候，以其所见心路处多，用心去观察啊，就是说他在入定的时候啊，看到行应是灭相，哦，这不太好懂啊。他在入定的时候，破行应的人，他在入定的时候，定境之中看到行应的异相灭相，慢慢气象于灭相，因为他要破行应啊，要破行应就是使行应空啊，所以他在入定的时候。看到行应是灭相啊，因为将破的境界看到行应是灭相，可是他就出定啊，他不能永久注定啊，要出定啊，所以以其所见心路处多就是出定，出定之后所见到的心路新的理路，新的理路去除量啊，观察多是多量啊，观察出这个行应啊，哎，很奇怪的哦，一出定啊，看到行应又生住二相，又是在生，
又是三座像，因为你一出定啊，没有破的功夫啊，没有破的功夫，这个行印的这个动向又出来了，这个动向出来就是三柱啊，所以变成呢，他在入定的时候看到面相，出定的时候看到身柱二相，因此啊，他就觉得哎，行印是一半是生的，一半是灭的，因为他入定的时候看到是灭的，出定的时候看到是生的，因此他就认为这个行印啊，一半是生的，一半是灭的。既然是一半生一半灭嘛，因此类推，一生一切众生的身体啊也是一样，啊，所以一切众生呢、啊，一生之中啊，即其衔接半生半灭，众生都有行印吗？哪一个没有行印的？只要你是个人，是有情，都有行印，啊，就是色受想行识，这一定无印必定先有的。那么因此啊，我在定境的时候，入定看到面相，出定看到身相，由此啊，显示这个行印是一半生一半灭。由此可以类推，所有一切众生的身体，每一个身体都是一样啊，弦就是通通，通通都是一样的，皆是一半生一半灭。那么众生的行印也是有一样的，有半生半灭的情况，就是有生住有异灭，生住是一半生，异灭是一半灭，众生都是如此，众生如此，正报如此，世界人也是如此，依报世界也是如此，所以明其世界一切所有啊，一半有边，一半无边，因为世界也有生住异灭，也有成住坏空啊。世界正在成的时候、住的时候，那不就生吗？坏的时候、空的时候，那不就灭了吗？所以这个世界依报一切也是一样，一半是有边的，一半是无边的，由此即堕，由这个执即堕量，认为有边无边，由此就堕落于外道，迷惑自己，求成菩提的本来的体性，啊，由此啊，获菩提性，是这名为第四外道立有边论，这是第四种外道立这个有边论啊，这个是有边论，在这个本界本见里面呢、啊。也是有是无是有辩论啊，那么这那是他是第三啊，第四是第五的辩计析论，就是交乱啊，这个文字很长。第五的辩计析论的交乱啊，这个文字很长啊，我现在还不打算一下子讲这个文字，现在我要在这里呀、啊、打一个岔，打一个岔。各位要很有耐心啊，把这个行印实境听完，因为都是讲的外道的东西，外道的东西啊，各位很可能会觉得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，外道归外道，我是学佛，我不是学外道，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关系，既然没有什么关系，我就想啊，听不听无所谓，如果你们不来我就撒由那了，那怎么办啊，所以呀、要大家要发心啊，多耐心一点，也可以学学这个外道的常识啊，外道佛在世的时候外道是有这些东西啊，比较麻烦的就是二三四五，第五文字比较长，要花比较多了一点的时间，现在剩下的时间想要把它讲完是不可能啊，那不讲完啊，剩下一点也不好讲，后边六七八九十啊就比较简单一点，比较容易，不会太难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忍耐。现在我要打岔，打个什么岔呢？我要讲报纸。为什么讲报纸呢？你会觉得很奇怪哦。各位有看报吧，这个星期三，这个星期三国历的2月19啊，报纸上登出有三车和尚的记载，有没有看到三车和尚？因此这个三车和尚啊，
究竟是不是事实是个问题，因此会惹来啊很多这个对佛教不好的反应，啊，这个不是好事。不要以为这是弘法，那是在破法，这是不对的，啊。那么因此啊，我趁这个机会跟诸位啊说明啊，他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啊。他的那个演戏的寡喜啊，哈，他这个演这个三车和尚的寡喜，他的意思是演这个唐朝啊，玄奘三藏法师的弟子窥基法师啊，窥基法师出家的时候的故事，说他本来他不愿意出家，啊，他父亲虽然是答应了，他不愿意出家，可是呢。这个玄奘三藏法师硬是要他出家，非度他出家不可。那么因此说这个窥基法师啊，他就定了三个条件，他在家叫做弘道，啊，定了三个条件。他说，如果能够让我不断酒肉，啊，不断情欲，啊，那么能过中食。这三条条件您能够答应的话，我才出家。那么因此玄奘三藏为了要助他出家，因为很重要，所以不得已啊，就是方便所谓先于玉钩签啊，后令入佛智，方便答应他。那么后来就成为一个三车和尚或者是三车法师，有这个原因啊。所以这个他这个演的戏啊，就是演这个窥基法师出家的时候的这个三车和尚戏。这我觉得这对窥基法师的侮辱太严重太大啊。那您知道他有这个事实吗？没有的。怎么知道没有啊？看传记啊，看传记最正确的莫过于高僧传啊。高僧传啊，宋朝湛宁法师的这个宋高僧传里面有记载。本来高僧传最早啊是梁朝的时候，慧教法师是第一部高僧传，后来到唐朝初年，赵玄律师啊是第二部高僧传，叫做续高僧传。到了宋朝初年啊，宋太祖、宋太宗到宋真宗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有一位法师很了不起，叫做湛宁法师。湛宁法师编了一部高僧传，题目叫做《宋高僧传》。但实际上啊，他这个高僧传里面写的人都是唐朝人到五代啊，因为他是宋初的人呐、啊，宋朝的人是很少啊。窥基法师论西记，就是西记的632年，他出世啊，出世以后17岁出家的。那么他距离这个湛宁法师写他的传记的时间，湛宁法师是999年入灭的，是宋真宗的时候啊。那么应当啊，这个宋朝。这个湛宁法师的这个窥基法师传里面的记载应当是最正确最可靠啊。如果有那个刚才说的三车的事实啊，他在高僧传里面必定会有说明的。高僧传文字很长，我们不能一一提出来说明。他对于这一段事情啊，他有这样的记载啊，他在这个高僧传里面这样写。三车和尚啊，说是在贞观22年出家。贞观22年就是唐太宗贞观22年，那就西历纪年648年。那个时候这个窥基法师是6岁或者是17岁啊。但是他有这么有没有三车的事情啊？高僧传里面铭文这样写，居自序云，9岁丁间见书服俗啊。他说窥基法师啊，9岁的时候丁间就是丁酉啊，就是父母过世啊，
叫做丁坚。那么因为他出家的时候，玄奘三藏是对他父亲要求，那可见他这个丁坚是可能是他的母亲，可能是他的母亲，意思就是说九岁的时候可能他的母亲就去世了。一个人呢，在小孩子的时候母亲如果不在呀，心情如何可想而知。各位如果是福报大，母亲到现在还活在，你五六十岁了，母亲八九十岁还存在，那不会有这个感觉。以我本人来说，我就有亲身经验，我14岁我的母亲就去世了。我14岁我母亲去世以后啊，我就是好像孤儿啊，那个时候正好是这个佩吉米啊，没有饭吃，我就是自己想办法东跑西跑啊找饭吃。说句不客气话，我17岁到圆光寺，老实说就是为了吃饭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家里的佩吉米根本就没饭吃啊，我是为吃而来的，可是今天是完全匮乏了啊。那么你想想这个9岁丁坚，如果他9岁他的母亲就不在的话，他的心境如何？所以他下面有一句话说，见书浮俗，渐渐对于这个世俗的事情啊，世间的各种的欲望啊，慢慢就很淡了，越看淡了。所以啊，他17岁玄奘三藏从印度回来第3年啊，去度他出家。玄奘三藏是贞观19年回来，22年去度他出家。22年度他出家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窥基法师的父亲啊是个将军武将啊，是维持晋德的弟弟啊，我叫做维持晋宗啊。维持晋德是唐太宗的一名最重要的大将啊，晋宗也就跟在后边，所以他是将门之子啊。当然要出家是本来是不容易的，家庭环境应当是不错的啊，所以他17岁向他要求啊，把这个要窥基出家的原因啊向他父亲一一说明之后，他的父亲真的有善根答应了，他的父亲维持晋宗答应了，答应好，如果他愿意出家的话，我愿意成就他。所以当时他出家呀，是他已经老早就看淡世间的这个世俗的事情，所以当时他出家呀，很可能就想到他的母亲，他有这个因缘，他愿意出家。而且他有过人的智慧，看经啊，过目不忘，啊，过目不忘，看过就记得，看过就记得。所以这个玄奘三藏要度他出家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有这个俗根，非度他不可，啊。我在50年前曾听过一位法师说过，说他本来佛这个玄奘三藏去度他的原因啊是有原因的啊，据说玄奘三藏要到印度的时候啊，在中途到了这个丛林最高的地方，都是雪呀，看到一堆雪，好像一个人在打坐，挖开来是个人正在入定。把他开定之后啊，他一开口就问，他说释迦牟尼佛降生了没有啊，他啊，这个玄奘三藏说已经入灭多久了啊，既然如此我在入定啊，你入定做什么？我要等弥勒佛。他说你这样入定啊就是弥勒佛降生你也不知道，那有什么用啊，那我该怎么办啊。玄奘三藏说你赶快发心发大菩提心啊，帮我来弘法，你到大唐国去出世啊，将来我回来度你。是有这么一段事情，这是我听说的，我在这个文字里面是还没有查到。如果有这个事情，所以唐三藏非把他度来出家不可啊。他度来出家的原因，他真的是真发心出家，绝对没有三车，所谓是一车酒肉一车美女啊，一车经书，没有这回事啊。还有他这个高僧传里面还有一段，还有一句话说啊，
他说他在玉华宫参加议场的时候，请问三车安置何处啊？很简明啊。他说窥寂法师参加在这个议场翻译佛经的时候，他的三车摆在哪里啊？你想想看，这个议场一百几十位的执事，他一个人的执事进去，他的三车摆在哪里？他这三车既然是酒肉美女，这根本就跟出家的这个戒律完全不合，怎么能够排得进去啊？我相信玄奘三藏绝对不能这样做啊。他对窥寂这样做的话，其他弟子怎么办啊？每一个弟子都要三车来吧，那怎么办啊？所以这个三车是假的，是后人的附会，不是实在的，不要认为真的。所以如果拿这个三车和尚的事情来演戏，这是对佛法的破坏戒律，而且对玄奘三藏是侮辱，根本不对啊！因为事实上没有这回事啊。玄奘三藏他的真正度他出家，是他诚恳真正发心出家，而且是真正成为一代祖师，不能这样随便乱说。所以这个三册和尚的说法呀，完全是假的，是后人呢、为了演戏而搞出来的东西，不是事实，不要当真。希望大家哈，对这个三册和尚、三册法师要改观，不要认为是事实，把它扫掉啊！如果有人说了这个话，你说这个没有事实，你赶快去查宋赞宁法师的这个高僧传，就是高僧传第四卷。由这个窥寂法师的这个历史啊，看了就会知道啊。这是剩下的时间呢、打了这么一段岔也好了，提提神呢、不至于整个跑到外道里面去啊。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。